轻的风采，又是一个百年梦想在心中激情澎湃。耶，飞城的号角响起来，迎接富民强国的接力赛，我们站在最前排，新时代画卷已展开。量子和 AI 全面小康，贫穷说拜拜，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，共建共治共享，敢憧憬新时代，敢幸福敢安全，敢愿每个人都能扮演温柔以待。青春恰时来，谁也不可取代，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，努力拼搏就现在，努力拼搏就现在，2025和2035，我们奋斗我们期待，活着就要活出精彩，活着就要活出精彩，这是属于我的舞台。号角响起来，迎接富民强国的接力赛，我们站在